大家好，我是凯文，今天跟凯莉、优尼、露西一起来玩新异口同声的游戏哦。那么现在开始 ，Let's play。大家好，凯文好，当当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又叼着这个亲嘴糖呢。在拍摄之前呢，凯文已经把糖吃掉了。我们的孩子爱哦。是的。对。我们现在要咬着这个。你们还记得异口同声的游戏吗？当然记得了。举个例子呢，就是甚至朋友说足球，一二三之后呢，我们就马上做出跟足球有关的动作，要做的一样才算赢。不过这次可不一样哦，喊到足球的同时，我们还是要做跟足球有关的动作，不过我们四个要做的不一样才可以。好的，那么现在练习一下怎么样？好的，嘴里咬着这个，不可以说话。溪水乐园，一二三。错啊，等一下，凯莉跟露西心有灵犀啊。这次我们来真的吧，刚才已经练习过了。朋友们知道凯莉的亲嘴糖是什么吗？是爱心的形状。我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露西的跟衣服颜色好搭呀！呱呱呱！好的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。甚至不用说，他准备了三个类别哦。是什么呢？动物、人物、情感。哦，人物，从人物开始。好的，首先是人物，在规定时间一分钟之内呢，如果我们能够答对五题，就算获胜哦。好的。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蜘蛛侠，一二三，答对了，耶。星飞，一二三，答对了，嘿嘿。猪猪的秘密，一二三，错。小凯莉，一二三，答对了。小可乐，一二三，错了。蜡笔小新，一二三，错。比卡丘，一二三，错。哆啦 A 梦，一二三，错。小黄人，一二三，对了。暴炫陀螺，一二三。第一局只有四个。旋风陀螺的时候，大家基本都是一样的耶。是啊，看来还得多想想才行。这样啊，不能太着急啊。哦，我们要多想想，不要这么简单的。那么下面还剩下动物跟情感。情感，好的，好的。情感，请出题。喜悦，一二三，错。舞蹈，一二三。错。领悟，一二三，错。挫折，一二三，错。悲伤，一二三，错。生气，一二三，错。羡慕，一二三，正确。无聊，一二三，错。害怕，一二三，错。困，一二三，对了。可不是刚刚说到挫折的时候，大家动作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练习一下，兔子，一二三。这个不行。这可不行啊。袋鼠，一二三。这个不行。不过没准我们也能成功呢。动物，请出题。猪，一二三，正确。秃鹫，一二三，错误。树懒，一二三，错。大象，一二三，对了。老鼠，一二三，错。老虎，一二三，错。蛇，一二三，错。猴子，一二三，正确。袋鼠，一二三，正确。食蚁兽，一二三，正确。对了几个？五个。耶耶耶耶耶！今天跟凯莉、优尼、露西一起玩了玩新异口同声游戏了，怎么样？好玩吗？超好玩。
吃，很好吃是吗？那我们下次会带来更多有趣的视频的哦，朋友们，再见。